菜这几粒啊？这粒吼是通血梗，啊，这两粒吼是胃药啊啦。啊，这问，啊，这粒嘞？这粒。问哈多，问哈多就免食吼。叫你听林医师话，较早做检查就袂拖到今晚去整指甲。我是有讲我袂食的啦。紧食啦。啰里啰嗦。阿你有用哦，帮我甲林医师检查者。知啦。紧食啦。好啦。这是你创啥？这哦，是阮翁要甲你洗刀下，这阮家己种的哦，拢无开到钱，无农药的哦。医生看别人，这是应该啊。无啦，这一点仔心意尔啦。你坐啦，林先生的问题解决啦，咱来讲你的。我有啥问题啊？你的脊椎无被治疗还行。啊！我这都老毛病啊！你都开关生了药，我甲药铺我打就好啊。我是袂开，即天还要搁你食。明仔继续安尼食落去，真紧就泻药剂哦。啊，我嘛无法度啊！我若无食即天药，我会冻袂掉呢。嗯。你敢要换一个医生看卖？换医生哦。嗯。医生缘这种代志啊，真歹讲。无定你的缘分是我，换一个医生。对你也较好啊！缘分来这么长啊！林医师讲，这药啊吼，袂使配果汁啊，甲牛奶，还当配汤哦。免哩，爱配滚水啦。啊，芦笋汁。人都讲白滚水会啉哩，啊，写啰嗦啥啦？啊，我即摆有咧用德国的好骨丸吼，唔知甲药效。会冲着。啊，你敢知影，迄内底的成分是啥？啊，我拢在食补天丸吼，啊，这药也使合补天丸男女组食。啊，我听讲红枣的这治疗补心，敢有影？各位帅哥美女，我拜托您，卖乌白听别人讲，爱听医生讲，好不好？好，乖哦，哈。